这边，过来！哎呀，在这，正好，漏下去了。饿的都打嘟嘟了，来，往里面放肉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金阳，这帮酒家，酒小芝啊。这个就随这个挨了，胃口大啊！你看他们现在多少钱啊？才，那现在吃够了啊，吃不饱了，肉泥咱们也给它加上吧。再一个就是你喂别的狗的时候，不管你是喂大狗也好，或者喂那几只小狗也好，他们就在门口瞧着，吱哇乱叫的，赶紧给他们倒上。呀，看饿了，这边门好开，你抓紧速度开啊，好开门，放上再管狗。呀，抢了都那几个，这边，过来。哎呀，在这，正好，漏下去了。还行、哎，这多好，他们并排吃呢是吧，那边，哎，完事了吧。呀，那个小家伙真大，那是老八应该是，那条公真大，这只粗的 对，真粗，为啥那天我要说把它放到这五只里边大小就差不多了，对，但是你要是真的要是他给人家五只比的话，还是他小。那以后吃辅食可以放一块儿。那放一块儿，咱是把那个、这边八只，那边六只。咱得把那个啥，那个那小公，不是那个小公，是把那个项圈给你们都带上。把项圈都给你们带上。哪天安排一次？安排一次。然后这七只，不是这八只，吃饭的时候就均匀是吧？对。弄两个大槽子往那个跑轮上一放，吃去吧。下风抢了，这边都挤不下，挤出来了一个了。这也挤出来几个。你还上哪去？你就在这吃呗。又要横里边，这小家又要横里边。哎呀，抓，没有松皮了都，抓不住。你说这可咋整？这一窝一窝的，每天喂饭就得好几锅。咱现在看那帮家伙吃这个带肉泥的饭，吃的这么香啊！咱一会儿再去瞅瞅，拉开那几只，也给他们加点肉。行啊，看他们那几只见了肉之后有这么疯狂，这个家伙真气人。这帮家伙胃口太好了，这帮家伙。哎，对了，往这儿开始钻了吗？那儿有。呀，看这劲儿。这个家伙。哎呀哎呀。没完了。下一个。哎，摇一下。就使出了命啊，拼了命的在吃，这就是。这个小鸭吃的可不少，这个从一开始就吃，你看它的肚子，你给它拿里头，为了这一口饭，你看看这个，这仨它都给，你看看为了这个饭，你看看，看你赶紧拿回去吧，它的肚子赶紧嘛，还有这一只，它仨你忘了，一放进槽它就钻进去吃了，这只，哎呀，你撤摊子吧，你赶紧撤吧。你们三个玩去吧。这个，你又横里边了。你也进来，他撑不住了，吃的。哎呀，这帮九只小母嘎，太快了，长得。你长得又肥又快了。你看没，人走了，然后给他把门一开，就这样，看没。又跳下来了，他们。翻了，那饭盆子都翻了。完了，那我们也吃，我就得抢。哎呀，这帮小玩意儿是越来越好玩了。
里边这个呢，这个这不跳进去了吗？这看这个，它又钻槽子里吃起来，跟老鼠似的。老鼠一般不是都这么干饭吗？跳到饭缸里去吃饭，就跟老鼠似的。没了，我出来了，我出来了，你别说我了。哎呀，能自如的就是进去，能自如的出来就不用管他们了。这帮小家伙，你看他们现在拉粪便什么的也在外边，里边就特别干净了。跳跳跳，这小尾巴。你看，看这小胖子，看一二三跳，三步骤绝对能跳进去。哎呀，能吃肉了多好啊！哎呀，能吃肉了多好啊！现在不用管了吧？实际现在不用挨拉带，他们现在吃辅食也没问题了。但是因为天气冷的原因，还是多吃几天母乳还是比较好的。母乳的抵抗力永远比这辅食抵抗力要强，啊！哪怕一天吃一次母乳，对，咱就给它减量呗。尤其是这个谁多米那窝，你咱到时候看看啊，能不能给它掐了就掐了就行了。人家艾拉那窝还是照样吃几天吧，吃几天。先关门。